你个臭小五，你是没我力气大的，你给我下去吧你。什么情况？刚刚朱竹清怎么把小五妹妹推到河里去了？小五妹妹可是我的女神，朱竹清，你敢欺负我的女神，你给我等着吧！小五妹妹，你坚持住，我知道你最爱吃猕猴桃了，你快吃吧！哎，这什么情况？怎么全是减号啊？原来我收集食物收集错了。小五妹妹越吃猕猴桃，她的力气越小，她应该吃鸡腿。小五妹妹，快吃鸡腿，吃完鸡腿你就有力气了。这次我一定不会让善良的小五掉进河里的，我要多捡点鸡腿。哎，小五妹妹，你坚持住，这次我多给你捡点鸡腿。你个臭猪猪青，没事你就欺负小五妹妹，你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。来来来，我们再捡一点。哎，你怎么撞我呀？他简直是太坏了，还往地下扔香蕉皮，你给我等着。小五妹妹，你先把这些鸡腿吃了。你看你看，我们的小五妹妹力气越来越大了。刚才我让你扔香蕉皮，我把猪猪青身边全部扔上香蕉皮，我让你喂不了他，嘿嘿，摔倒了吧。小五妹妹，你等着我，我再去给你捡鸡腿，有我在，今天谁也别想欺负我的女神。我再给你扔几个香蕉皮，哎呦，我自己也摔倒了，嘿嘿，你看那人都站不起来了。该活该，我让你帮助猪猪青。猪猪青，我听说你没事还和小五妹妹抢唐三哥哥，嘿嘿，今天我就让你尝尝小五妹妹的厉害。妈呀，这什么情况？我怎么捡了这么多的猕猴桃？没关系，一会儿我给你们变个魔术，嘿嘿，来来来，找个安全的地方，妈咪妈咪哄变。哈哈，我现在全是鸡腿了，小五妹妹你快吃，吃完你就有的是力气了。哇塞，你看小五妹妹把鸡腿全都吃了。小五妹妹加油，一定要把这个臭猪猪精推到河里去。